尊敬的上公上人，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来参加讲座的各位在家菩萨，大家早晨。今日定盟非常欢喜，我们师父上公上人在这里举办八关斋戒短期出家的学习营，咁啊，要求定盟咧嚟呢度为大家啊讲一下法，结一个法缘。咁听日咧，定盟又要翻台湾啊，因为喺台湾学界已经学咗一年半啦。因为阿师傅同我讲话，自己咧。虽然在世间有这个高的学历，也都曾经大学里面做过教授，虽然有些文化，但是未有过过僧团的生活，未有真正经受过戒律的训练，所以他老人家就非常赞许定盟咧喺台湾学界。咁定盟喺台湾正觉精舍正觉精舍，呢个系大家公认嘅第一持戒嘅道场。嗰度啲比丘纯比丘嘅道场都系过午不食。甚至有不少人呢是日中一食，持戒是非常之精严。一定盟在那边学戒呢，你都觉得受益非常之大。因为出家将近三年了，其实三整年，三年前在这里出家的。出家之后有一段时间讲经发愿都好殊胜，尤其是我们在香港，在这里圆明寺曾经每一个礼拜跟大家讲无量寿经，用广东话来讲，听的人都好欢喜。但是自从去了正觉精舍之后，觉得如果我们学佛不从学戒持戒落手，一味在经教上去钻研，未必得到成果。为什么呢？因为经教是解门，而戒律是行门。佛法讲求的是解行并重，如果是有解无行，这个就是清凉国师所说的增长邪见，也就是说学佛你好懂得说，读的经很多，讲到天花乱坠，但是连持戒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只有增加邪知邪见，只会是背道而行，达不到结果。所以三世诸佛成就的这条路都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定慧这个叫做三无漏学。无漏的漏就是烦恼的意思。
冇烦恼啊，得到究竟解脱，就要从持戒开始落手，因戒先能够得定。定就是禅定，就是三昧。好似念佛嘅人求念佛三昧，这个就是定。如果那个戒行不清净，念佛三昧得不到。咁三昧这个定啊，时间长了自然就开智慧，因为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是我们自性中本有本来具足的。我们的佛性和十方诸佛如来是一模一样，无二无别，只不过是我们有这些烦恼业障把它盖覆住，所以我们现在呢失去了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德能、如来的相好。花严经常就讲俾我哋听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第一句讲咩呢？话奇哉奇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如果能够将我哋嘅妄想执着放下啦，如来嘅一切智慧德能尚好自然现前。咁《涅槃经》里面讲俾我哋听，我哋虽然都有佛性，但系佛性要因我哋持戒先能够开显出嚟。如果不能够持戒嘅话，即使你有佛性，都不能得到佢嘅受用。因此，释迦牟尼佛从始至终都是强调持戒。花严经里面，这个花严经是如来刚刚成佛的时候，在定中所讲的第一部经。花严经里面讲，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正戒，若能坚持于正戒，是则如来所赞叹。这四句偈就是强调持戒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持戒，你将来能够得无上菩提，能够成佛的。戒是无上菩提的根本。学佛为了什么？为了成就无上菩提的嘛。为了开显我们本有的佛性嘛。你开显佛性就是成佛了。咁就要落从持戒落手。你好好持戒，一心咁持清净嘅戒，原来都赞叹你，你系真正嘅佛弟子。到涅槃经里面亦系原来系扶上檀律，扶律檀禅檀上啊，扶律即系扶持戒律，要求我哋好好持戒。而去谈我们的常住真心，常住真心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要开显我们本有的佛性，要从持戒落手。所以《涅槃经》是最后讲的，涅槃之前一日一夜讲《涅槃经》，《花严经》是最开始讲的，三十岁成道的时候第一步讲的《花严经》，从始至终都强调持戒的重要。所以今天大家都来这里学八关斋戒，学这个戒律，这个是下的正路，要从这里学起。受了三皈依之后就要持五戒，要受一个五戒，然后好好地持守五戒，咁先叫做佛弟子。如果五戒都唔守，就唔叫做佛弟子。咁在家人有八关斋戒，
假如你某一日发心，一日一夜过出家人的生活，八关斋戒就是出家人的生活，所以他和五戒前面五条基本相同，唯有是不邪淫改成不淫欲，因为出家人和在家人是不同，在家人不邪淫，但是夫妻之间正淫是允许，但是出家人是所有的淫欲事都要制全的。咁我哋做唔到一生一世，做一日一夜都可以。一日一夜嘅八关斋嘅功德就不可思议。如果我哋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呢个功德啊，将来往生啊，至少系中品往生，唔会系下品嘅。咁戒律头先讲到嘅系。对于我们自己修行方面，这个是根本来的，不能离开，真是古人所说的虽如不可能也不可离开，一离开戒律这个就是邪思外道，无论他说什么花严经又懂说，八花经又懂说，如果没有戒律的话，可以跟他说去断定这个邪思。所以楞严经里面分别正邪就是用四种清净名位，名悔是吧，教悔的悔，我的广东话有些不是很正，加上去都烦了成年纪了，所以有时候都要一些时间把它恢复。清净名悔，教悔的悔，清净的明确的教悔，即刻我来不跟你说是什么呢？不淫欲，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四种清净明悔。咁佛在这个楞严经上讲得非常之清楚，如果你没有这个四条戒，这个根本重戒，你没有持守，即使你修行得到禅定的功夫，即使你开了智慧，这个禅定是邪定，这个智慧是狂慧，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不能够得到涅槃，最后得什么？得到的是变成妖魔鬼怪。经常讲得很清楚，不断人心而去修行禅定智慧，最后成为魔，上品做魔王，中品做魔民，下品做魔女，变成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持杀戒，还杀生还食肉，这个杀生不断而修行禅定智慧，最后变成妖，有好大个福报，但系仲贪食血肉，所以偷盗妄语也是一样。我哋嘅持戒非常紧要，正法同邪法就从呢个戒律上可以区分开。咁唔单止我哋戒律对自身修行系非常重要嘅，对于护持正法嚟讲，亦都系啊，必不可少。可以讲话正法久住，唯有靠戒律。如果冇戒啦，佛法就灭亡。所以佛，我哋本师释迦牟尼佛喺最后涅槃之前，召集所有嘅比丘弟子喺埋一齐，为佢哋讲最后临终嘅遗言遗嘱，讲咩呢？
以戒为师。我哋学佛弟子啊，佛在世嗰时候以佛为师啊，佛唔在世啦，我哋要以戒为师。啊，呢句话心意大家要好好体会。佛法是依法不依人，所以佛母叫我们说，我走了之后你们以迦摄尊尊者为师，因为迦摄尊者啊是全我的心印的，我的衣钵都已经交给他了，你就以他为师。迦摄尊者当然有资格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人家是大阿罗汉，是吧？而且人家不灭道的，一路等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给弥勒尊佛的。啊，所以在这个世间要等56亿7千万年，等弥勒菩萨出世。他既然都不灭道了，为什么佛不叫我们拜他为师跟他学？请他来带这个僧团，带领学佛的七众弟子，那就好了。为什么佛不叫我们以迦摄尊者为师，以戒为师？这个道理大家不知道，我去思考。因为佛法它就是依法不依人，以戒为师，戒是规矩，就是我们的行持的制度，大家遵守制度，遵守这个行持，依法依律，自然就使得这个法佛法能够延绵长久。如果依人为师，那我们既然可以依迦摄尊者为师，那我们都可以依其他人为师。这个例子一开了，大家就各自为政，个个都是我是老师，你跟我学。咁结果就最后就搞得一盘散沙，争权就不能够和合，争权不能够和合，在家居士佢哋学佛就冇一个依止，咁佛法好快就断灭。所以佛有智慧嘅，佢叫我哋啊，一定要以戒律为师，戒只有佛一个人可以制定。连等觉菩萨都冇呢个资格制定戒律，但系经教咧可以五种人讲经教，佛可以讲，菩萨又可以讲，天人又可以讲，变化人又可以讲，只要你讲嘅同佛讲嘅一模一样，佛可以同你认证，呢个就系佛讲嘅，就等于经典一样。经可以五种人去讲，但是戒只有佛一人可以制定。所以佛制定我们比丘啊，必定是受戒之后五下以内专精戒。专精的意思就是其他都不可以学，专学戒律，那叫做专精。专心精神咁去深入呢个戒律，将戒律嘅比丘戒250条开遮持办都要好通达，喺僧团里面又懂得众戒揭摩，安居自知呢啲种种嘅法事，然后你先可以离开你依止嘅。和尚就是你依止他学的这个亲教师，他亲自指导你，主要是在戒律方面。所以5年之后你才能够去学经教。所以定盟呢一开始的时候呢
冇行到正路上，出家啦、剃度啦、受戒啦，就搞呢个经教，戒律冇学过，呢个系佛啊学清嘅。当时佛在世嘅时候，就有唔少嘅比丘啊，佢啊冇先学戒律，就去学经教，学大经大律。佛咧种种学斥佢哋，你咁样做唔啱嘅。你呢个冇按照按部就班咁去啊学习，所以佛系批评。你要先把戒律学好啦，然后再有经教。戒律系戒，经教系定，系慧，戒定慧。以呢个次序，你先能够学得成。咁佛要我出家人系咁样做，在家人要跟住咁样学嘅。所以我哋在家人从边度学起啊？从五戒学起。今日我哋唱功师傅要我哋同大家一齐学呢个五戒，呢个就系入门根本。无论你以前听得几多经，你五戒都未听过，咁你仲未入门。仲未开始修行，定文就有呢个咁嘅感觉。以前学佛二十年啦，系为修行做准备咁解嘅啫。真正开始去正确正邪学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学呢啲啦，呢个先系开始修行。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嘛，呢个戒就系开始入。咁我哋个个都能够咁样做，佛法就能够好殊胜，就能够发扬光大。人哋外面嘅人睇到，哇！佛弟子，你睇个个都严持戒律，个个都好有威严，俾人哋就系一种信心。佢就能够嚟信仰三宝，尤其是我哋出家人。如果我哋自己嗰种威仪表象冇攞出嚟俾人睇，人哋睇见我哋仲咧咧扯扯嘅，三日着唔好，然后又冇好开持戒，又粗鲁，冇一啲威仪，人哋对佛法就冇信心。所以我哋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好好将戒律学好，将威仪做出嚟，咁嘅话，你就系喺度闻法利生，呢个功德好。今日睇到我哋呢啲学员收戒指，都好有威仪。坐得好端正，好精神，我睇得好欢喜，法门就有希望。所以善喺善见论上面就讲到，毗梨当者佛法受命，毗梨若诸佛法亦诸。毗梨就是戒律，戒律有三种名称，毗梨就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斯罗，斯罗意思，第三种就是我们的戒，波罗提木叉，这个第三种。咁毗梨就是六藏，三藏经典里面的六藏。六藏就是将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戒律我们的威仪全部写在里面。每条戒它的缘起世界的因缘等等在里面写得很清楚。那我们看了之后依照它的这样的教导来行持。那佛法就能够长久，所以毗梨藏即是六藏就是佛法的寿命，
佛法能够在这个世间有几长时间啊？就睇六藏可唔可以啊？有咁长时间，六藏都冇咗啦，佛法就灭啦。所以毗梨若住，佛法亦住。当然要呢个六藏喺呢个世界不灭，必定要有持戒嘅人。如果冇持戒嘅人，得嗰啲书本喺嗰度冇用，佛法亦都会灭。所以我哋持戒唔单止为自己嘅，自己当然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可以得到解脱。仲要发大菩提心嚟悟持正法，所以持戒唔系小乘啊！有啲人啊，对我有啲误解，认为我去学戒律啦，写咗大乘啊，学小乘啦。佢唔明白，要想好好咁样令佛法久住世间，一定系要先将戒律发扬光大。戒律如果不轻，佛法轻唔起嚟。所以我哋一定要发大菩提心，持戒同学经教唔同，学经教可以啊。这个天马行空你怎么说都可以，戒律不同每一条戒有板有眼这条戒你做到做不到一下就看出来。我们希望想弘扬戒律，复兴正法，首先自己要做到。譬如说你自己都殺生冇做到，你叫人哋话唔殺生人哋话你自己都殺生，你仲食肉叫我哋食斋咩意思呀你佢唔服你嘅。一定要自己做到好似我哋出家人，我哋要持戒要持斋，斋系咩呀？过午不食，过中不食，日中过一分一秒都不可以食，吞落去就化解。大家受持八关斋戒也是一样，一个钟一丝毫你吞一啖就犯一个罪，吞两啖就犯两个罪。这个持斋每日的日中时间不同，大家知唔知道今日日中系几点几分？12:25系今日嘅日中时间所以呢个我哋呢个时间之前食冇问题过咗一分一秒咁就系犯非时食，破斋啦。我哋自己咁样做到，我哋去教人。就服我哋，因为我哋学佛，佛当时就是过中不食，一日一餐，过中不食。边啲人是过咗中午食啊？畜生是过咗中午食嘅，我哋唔学畜生，啲猪啊狗啊就是下昼食饭，饿鬼是咩？傍晚食饭。晚黑食饭嗰啲啊，食宵夜嗰啲啊，饿鬼嘅行为所以我哋咧呢方面，我哋唔学佢哋，学最好嘅学佛咩嘢都学佢，学得好似佢咁啊，差唔多就成佛啦先从身业口业开始学，最后意业都同佛一样。身口意三业同佛一样，咁你咪就成佛咯。所以持戒好殊胜啊！持戒嘅目的唔系为咗得个小乘嘅果位，得个阿罗汉，我哋为咗成无上菩提向佛嚟学习，将佛嘅呢种行为、呢种模范喺呢个世间做出嚟，咁就系令正法住世。
所以我哋要发一个大心，发一悟法嘅心，呢个系大菩提心。用大菩提心嚟念佛，就叫做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将来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得不退转。只有进步，你唔会退步。极乐世界非常之殊胜，系阿弥陀佛建立嘅国土。令我哋呢啲凡夫去到极乐世界，都能够一心成佛。一去到就叫做阿毗佛智菩萨，可以成愿再嚟讲道众生。你啲屋企嘅家亲眷属，亲戚朋友，依家到佢哋好难，系嘛？好多人都有呢啲感觉，到外人都比较容易，屋企人最难到。难道系依家咧？我哋先放下，先求生极乐世界。将来成愿再嚟嗰时候到就好容易。你同观世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应现咩身得道者，你就现咩身而为说法。咁唯有去极乐世界，你先做得到。咁依家我哋好好咁持戒，好好念佛。好似某啲大师讲嘅，正戒为因，正土为果。你好好持戒，好好念佛，这个修往生净土的因，将来一定得到往生净土成佛的果。好了，前面开场白就讲到这里，戒律重要性为大家介绍。下面呢就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五戒的大意。五戒大家唔好话睇唔起佢，有啲人觉得五戒好简单，咪就杀盗淫妄酒啦，五条啊嘛，个个都知道。其实啊，你听我讲完之后，你就知道唔系咁简单，讲嘅容易，做嘅难啊，甚至系连你知都未知啊。好多时候啊，你啊冇听戒律嗰时候啊，你犯咗戒你都唔知道。冇听啊，唔知道，一听吓一跳，哇！原来自己犯戒犯得咁犀利，甚至做地狱嘅孽因都唔知道，大家先做好啲心理准备今日。如果假如有犯，好好忏悔，忏悔就回归清净。大家有几多系已经受到五戒嘅，请举手。好，大家请。八关斋戒一日一夜，五戒我哋系希望啊终生去受持。八关斋戒当然都可以终生受持，咁就等于出家人一样。但系呢个好难，在家人好难，在家人必须先受。五戒里面前四戒是圣戒，如果犯这个圣戒就是有圣罪。什么叫圣罪啊？就是本性就是罪来的，无论你持戒还是受戒还是没受戒，只要你有犯就有罪，可以杀生。你不是佛弟子，你没有受五戒，你犯杀生一样是有犯罪，将来一定有果报。咁啊，杀盗淫妄语呢四条都系正罪。饮酒咧系叫遮罪，唔系圣罪。如果你冇受戒，你饮酒冇罪嘅，佛唔会治你嘅罪。但系受咗戒啦，就有罪啦。因为你已经喺佛前发过誓。尽灵寿不饮酒，结果仲饮酒，呃佛，打妄语就有啦，加上你饮酒咧，容易糊涂，容易狂乱，饮酒酒醉啦，自己就唔知道自己做咩嘢啦，
就容易做杀到入网嗰条四条罪罪业。所以佛都唔俾我哋饮酒系咁嘅原因，系遮止我哋去犯前面四条圣罪，所以叫遮罪。我要遮住你，唔俾佢唔好过嚟。我要原来是一个遮住，遮住咁嘅意思。咁前面四条圣罪，如果冇受戒犯咗，只有圣罪；如果受咗戒之后，仲犯呢四条嘅话，唔单止有圣罪，亦都有遮罪。因为佢呢四条都系佛遮止嘅。佛制定唔可以做嘅，你仲要做违背佛嘅教诲，就成为佛嘅逆子，不孝顺佛啦，不孝顺三宝本身就是罪，呢条罪甚至比嗰个圣罪仲要重。呢个古时候，我哋嗰啲传统嘅文化。最重视的就是孝顺父母，最重的罪是不孝，大不孝的罪，这个是天诛地灭，这个人就不能够在这个世间生存，连你父母你都竟然忍心不孝顺他们，背逆他们，你说你什么恶事不可以做？反过来，一个人孝顺的话，百善孝为先，他就能够有善心，有爱心，他对父母能够爱，他就能够爱世间的人，他就能够做好事，即使再曳都曳不到哪里。反过来讲，如果人不孝的话，再好都好唔掂，所以孝道系非常紧要，有孝道嘅人先能够真正学，因为佛教系师道，讲求尊师重道，所以你对于父母都能够孝顺，你入咗佛门，你就能够孝顺佛陀。孝顺师父，孝顺三宝，《梵网经》里面讲的孝名为戒，孝就是戒，整个佛法就是讲一个孝道，孝顺父母师僧三宝，菩萨三罪正戒，一个孝字就代表。而菩萨三罪正戒就概括了所有的佛法，所以如果我们不孝顺父母师僧三宝，那就是罪很重，所以这个遮罪啊，比那个圣罪的那个果报重要严重。你杀生踩只蚂蚁喷药杀死啲曱甴，可能唔使躲避嘅。但系你受咗杀生嘅戒啦，你呢个罪你仲杀生，故意咁样去杀生，如果唔故意就唔罚，故意杀生，亦唔肯忏悔，仲觉得自己做得好啱，轻慢佛嘅教诲，将来呢个心就系感应地狱嘅果。所以戒就是这样，不受得意，一受一定要好持，如果不持，将来一定是地狱果报，很严重。有些人说话，哇，那不如不要持戒了，你看 我不受戒，最多就只有圣罪，不用有遮罪。但是我受得戒啦，两个罪，不受戒只得一个罪，
咁我不如唔受戒。呢个想法，我哋我喺正觉精舍啊，依止果清律师啊，佢系30年专攻戒律，佢就话呢种谂法咧系傻瓜嘅谂法，啊，错误嘅。点解啊？因为我哋呢一生啊，学佛啊唔容易啊，真系开经偈里面讲嘅80000劫难遭遇嘅。无量劫嘅轮回啊，好不容易啊，遇到呢个佛法啦，就有希望啊，出嚟三界得个解脱，了生死。如果你唔了生死，将来你喺三恶道嘅机会啊，一定系非常之高，啊，90%以上会堕三恶道。佛都讲嘛。他在同弟子表演呢，从地下生一把草上去，然后揈落去，啊，在指甲那里还留一点点的土壤，那么问弟子，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弟子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佛就告诉他们听，说这一生得到人生的将来啊，失去人生的好似并在大地上的土咁多，啊，即是失去人生的，即是堕三恶道，啊，下一生仲能够得翻人生的，就好像我哋指甲上遗留一啲咁嘅土，不成比例，啊，不成比例，啊，所以我哋三恶道是老家嚟。在那里常住，偶然出来唞啖气，啊，在人天那里转一圈，即刻翻翻去。所以如果我们不出三界啊，真是痛苦无边，一定要发心出来三界。咁出来三界要靠什么？要靠佛法。佛法指导我们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呢条道路三世诸佛必经之路，你行其他路一定行不通。啊，咁我哋既然想要行呢条路啦，要出嚟三界，呢一生又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想永脱轮回，咁你要从持戒开始。咁持戒首先要受戒，受戒都唔肯受戒。不想持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受戒，啊，受得戒之后好好持戒，那就能够，啊，有出来的机会。你说我都不受戒了，那个意思就说好了，我甘心情愿留在我的六道里面轮回了，啊，我留在我三恶道里面，这个老家来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傻瓜的想法啦，啊，真正觉悟的人啊，好持戒，持戒就不要犯啦，啊，你没想着，啊，我又怕我犯戒，所以我不敢来受戒，啊，你好受戒就不要犯，你不犯就是功德，你不受这个戒，你得不到那个功德，为什么要想着犯呢？啊，那么万一犯了怎么办呢？万一犯了可以忏悔，忏悔有两种，当然总共有三种，第一种是作法忏，第二个是取相忏，第三个是无心忏。无心忏不是我们凡夫做得到，即是你得到无心法忍了，那就叫无心忏，开无上智慧，定得至少是阿罗汉以上的那位，那你才能够符合无生禅这个资格。这个我们凡夫禅的。我们凡夫能够做到的两种禅悔方法，一个作法禅，一个是取相禅。什么作法禅呢？就是你譬如说受了五戒的人，如果有犯戒，
是犯得很严重。每一条戒有三品，上中下三品。上品就叫做犯根本的重戒，这个就不通忏悔。这个是小乘里面讲话用作法忏的这个方法忏不到。大乘可以，大乘有取上忏可以帮助犯重戒的人可以取得清净。一般你犯中品的下品的可以用作法忏，就是你对一位法师向他求忏悔。有一个忏悔的文很简单的，是文一大师抄了出来，从头到尾做五分钟，向法师发怒忏悔，讲三遍，我某某人犯什么罪，比如杀了虫蚁，或者是不小心偷了人家的东西，或者打了网鱼，或者是见到啲女仔起咗唔好嘅念头，呢啲系下品小罪，向法师忏悔。中品嘅罪都可以向法师忏悔，讲三遍，法怒忏悔。法师问你以后能唔能够好好持戒啊？你就话可以，真正啊话可以，唔系话假嘅，咁咧就你顶礼三拜。就完啦，作法忏，嗰个仪规可以留俾大家。受咗五戒嘅人，应该啊至少半月要向法师忏悔，因为难免会有佛。有时随便讲个说话，打个妄语都难免嘅。如果你唔忏悔，将来就地狱。你睇，因为你犯戒啊。犯戒将来果报就是地狱的果报，但是你通过忏悔，你睇五分钟，你地狱果报就消失咗啦。你话你唔忏悔点得咧？你忏悔呢个方法啦，呢个法门系好殊胜嘅，忏悔得清净，忏悔得安乐嘅，不忏悔不安乐。咁如果系犯咗重罪嘅点办？咩叫重罪啊？杀盗淫妄四条里面，饮酒唔会犯重罪，饮几多都唔犯重罪。但系杀盗淫妄里面，杀系杀人，你故意杀人咁就犯重罪。偷盗喺经律里论律上面讲话，偷五钱以上价值嘅嘢就叫做。五钱相当于我哋人民币嚟计咧就200元，港纸就再高啲，就咁个价钱。呢个有可能犯到，譬如讲你做生意偷税漏税，犯重罪噶，我唔止200多元噶，这个好容易犯。譬如讲你。偷用人哋嘅正版嘅软件，人哋嘅正版卖1000元，你自己 copy， 想悭翻1000元，结果犯偷盗，犯重罪。举两个例子嚟讲，再举一条，最重嘅罪系咩？偷常住物，盗场嘅嘢。如果话见到道场，哇！啲水果咁多，反正佢都用唔晒，攞翻屋企啦。偷盗、偷常住物，呢个罪就大。佢偷200元以上犯重罪，常住物佢嘅性罪好重，因为佢对十方别罪，常住佢嘅。物品是属于十方，你偷一个人的罪，只是对他比较少啲，果报冇咁严重，将来还得比较容易还。偷十方所有出家人嘅，唔单止地球上嘅出家人，所有十方世界
包括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嘅嗰啲出家菩萨无量无边嘅，个个都系我哋嘅大主。嗰、那个时候我都话，嗰、那个最好，即使偷一分钱都不得了。如果是淫犯邪淫这个大罪，就是非夫妻之间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是真正成就这个淫，在律上界定是自己的淫根入到对方的淫道里面，入毫无的那么少的这个程度，就叫做犯大邪。未入之前都是可以忏悔中品以下，起一个淫心就下品向着对方嗰个房间行过去啦，中品入到咁就叫做上品，上品根本我嘅根本嘅界体，咁亦都系将来只有地狱。除非取上禅开方，取上禅我哋晏昼同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嘅法门，系占禅禅法，地藏菩萨提倡嘅一个禅法，可以将我哋嗰啲重罪灭除，一般禅唔到嘅罪，用呢个方法去禅得到。妄语咧系大妄语犯重罪。咩叫大妄语啊？就讲个人法，即系超过一般人佢嘅嗰种境界嘅呢啲情况你讲出嚟话自己值得，譬如讲你话你值得阿罗汉啦，其实你唔系阿罗汉，你话你自己系阿罗汉，呢个就系大妄语，系故意咁讲嘅。目的呢是为了人家尊敬你供养你。人家说供养阿罗汉啊，福报福报好大啊，你是阿罗汉我供养你啦。用这种方法来骗取人家的供养恭敬，这个是大妄，破根本的境界。小妄语就不会犯到。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杀到人亡地条什么是重戒，什么是轻戒，你知道了你的心就比较安，就不用怕哇，如果我受了五戒，如果不小心踩只蚂蚁，那我就破重根本重戒我落地狱，不至于误杀，从这些畜生的误杀五百戒，有心故意杀的先犯戒，不杀不会有犯戒。当然你会有果报，他将来可能都会不杀你，这个果报，但是你不会犯那个戒，没有犯戒的罪。咁杀到人亡，我哋重罪保全不要犯，轻的罪呢，我哋平常多啲去忏悔，忏悔得清净。咁就得噶，所以大家听明咗之后，应该发心受戒，因为受戒就有嗰个受戒嘅功德。咩功德呢？你得到戒体之后，就能够自然而然嘅帮你断恶修善。一般嘅凡夫都系恶心强，善心弱。因为到黑你不用看人家，看看自己从朝到晚你是想自己的事多呢，还是想众生的事情多如果想自己的事情多，这个是恶，自私自利你将自己忘记了想众生，这个是善大公无私的善，这是最起码的善恶的分配。那你说我经常都想我自己的东西，
諗我個身體啊，啊係好咗定係差咗啊？啊，今日食啲咩補品啊？啊，諗我個屋企啲人啊，啊能唔能夠平安啊？諗我個乖孫啊，聽唔聽話啊？啊，諗我能唔能賺到大錢啊？凡係諗呢啲嘢，增長你嘅我執，增長你嘅自私自利，咁就叫做惡。因为这个是增长轮回业嘛，这个恶。轮回根本原因就是我执嘛。我们学佛要断我执嘛。你不断我执反而每天在增长你的我执，那就叫做恶。所以我们要反过来，不要想自己，要想正法九住，想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们。将自己就忘记咗，将自己忘记咗啦，自然就断咗我执。所以行菩萨道啊，其实真正可以自利，自利系你自己真正断烦恼。凡夫所有嘅烦恼、所有嘅罪业，都系因为有我，有我你就做罪业。为自己做罪，如果我冇咗啦，你唔会做罪，你唔会贪，你唔会嗔，我都冇啦，边个喺度贪，系嘛？我都冇啦，你为边个去嗔嗔为呢？没有，咁小乘断我都好艰难，啊，小乘啊唔容易。佢要慢慢咁去修，一啲一啲见思烦恼去断系唔容易。啊，见思烦恼分两个，一个见惑，一个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非常难啊！啊，一品都断唔到啊！啊，断咗见思惑，你先叫做断我执。啊，但大乘菩萨咧，断我执啊！有一个方便善巧，一切为众生，那个我自然就冇咗。啊，时间长啦，你就冇嗰个习惯谂自己啦，啊，自然就断。啊，所以我哋断恶修善，啊，持戒就系帮助我哋断恶。好啦，咁我哋讲呢个戒大意系咁样，有性罪，即系性戒，有遮戒，犯咗就有性罪，有遮罪。咁啊，杀盗淫妄咩系重罪，咩轻罪？重罪唯有靠取上忏，轻罪可以作白忏，大家有啲概念啦。啊，咁啊，将来咧。如果你未受戒嘅，好受咗戒。如果已经受咗戒啦，觉得自己好似受戒冇得个解体，不妨以后有机会都可以得个解体。因为受戒咧，亦都系要好圆滑。嗰个戒师佢懂得戒律，因为戒体系最根本嘅，得个戒体你先有持戒嘅功德。所以受戒嗰时候，戒师要引导你去观想，啊，观想你立受十方世界所有嘅妙善嘅戒法，纳入自己嘅身心，成为你嘅戒体。啊，要启发你发呢个大菩提心，啊，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啊，发起呢个大菩提心。依靠呢个大菩提心嚟纳受呢个戒体。如果你系唔懂咧呢啲做法，啊，只系做个形式，你未必得到个戒体。啊，或者你个发心唔够真诚，啊，或者系喺观想嘅时候你唔够专注，喺度打妄想，啊，仲喺度谂诶几点钟食饭啊，
啊，哎呀，屋企呢个我个乖孙有冇人去照顾啊？你谂呢啲嘢得唔到戒律，一定好专注、好诚恳、至诚咁样嘅心，你先能够得到戒律。得到戒体啦，呢、这个戒体就好似个防护层一样，保护你就唔容易做恶。好似定盟啊，以前都系去受戒，咩戒都受过，形式上嘅五戒受过，十三微十戒受过，比丘戒大戒受过，梵王菩萨戒，在加持在家菩萨戒，通通都受过。去咗正觉精舍之后，我读咗某益大师嘅著作，向佢老人家学习。首先想问下自己得咗咩戒？如果拜一万佛，拜一万佛之后，跟住喺佛前去整几个纸条，做嗰啲签，系去捉揸个签，睇下自己得咩戒，结果得到嘅系咩呢？一切戒都冇得到，连五戒都冇得到。自己反省確實，因為以前受戒嗰時候都冇嗰種自誠心冇發起嗰種菩提心出嚟，得唔到戒題。形式上有啦，受戒嗰個證書有啦，佛三寶唔承認你所以先發心求戒所以我去拜煎茶參。希望得到清净轮相，因为清净轮相就可以帮你得到解脱。咁后屘喺呢个台湾，喺我嘅和尚座下，受咗三坛大戒嘅真益戒，呢个时候先至真正得到解脱。得到解脱之后，确实觉得唔一样。嗰個人嘅惡念啊，就唔會用起啦。殺盜淫妄、貪嗔痴慢嗰啲心啊，就大大降温。甚至你有戒體嘅時候，喺夢中你都唔會，你都有呢種警惕，你都唔容易做惡。我舉一個簡單例子，我落咗戒壇之後，有一日晚黑發夢。梦到喺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多啲人喺度，有一个细路女生得好可爱咁我上去想摸下佢嘅头结果啱啱伸手嘅时候，我就惊醒咗，因为我喺梦中我就忆念起自己系一个比丘咁样伸手摸一个女性。即使佢系一个小朋友，都系犯戒嘅。我即刻就缩翻嚟，自己就醒咗啦。呢个就系戒体不可思议嘅功德。即使你喺昏沉嘅嗰个境界里面，喺昏迷嘅一种梦中，都能够帮你防非止恶，防范你唔好做恶，唔好犯戒。轻戒都唔犯，重戒绝对唔会犯。这个就是戒体的保护。所以得过戒之后，你才可以翻恶为善。未得戒体，基本上叫做恶人，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杀盗淫妄，什么都会做。现在呢，得过戒体才可以翻恶为善。所以大家唔好轻视得五戒，得五戒就不得了啦！杀盗淫妄呢四条你唔做，轻戒都唔犯，你个人就不得了噶啦，人天都敬重你。所以大家要好好去学呢个戒，好好守戒，好好持戒。咁样慢慢慢慢随住岁月嘅增长。你的戒體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即係防非止惡嘅嗰種能力越嚟越強，越嚟越容易犯戒，最後咧心越嚟越清淨，心越嚟越清淨，慢慢就得定，慢慢就得三昧。好啦，前面都係介紹呢啲戒律嘅基本嘅道理，依家可以開始講戒上。殺道人妄走戒上五條，第一不殺生，斷有情生命就叫做殺生，無情生命唔算。你話我斬草啊，你個斬樹啊，嗰啲無情生命唔算。唔係五戒裏面所制斷嘅，但係出家人唔去做，出家人唔做得。我哋踩個青草，青草都係八個小戒，都係有罪嘅。所以學戒嘅人啊，基本上一日到黑同個罪打交道，一日到黑就有罪，同埋慚愧，每日都有罪。所以咧。就唔敢去傲慢自大，因為自己係個罪人。嗰啲唔學戒嘅人就冇罪嘅，佢唔知道自己有罪。一日到黑覺得自己好了不起。我哋學戒嘅人就一定好謙卑，因為自己係個罪人。踩個青草都係有罪，食飯嗰時唔小心跌咗個飯粒都係有罪，都係犯戒。連飲茶嗰時候都要搭上個衣，唔搭衣嘅話又有罪。哇！啲罪人一日到黑罪孽滿山，所以唔敢有傲慢心，只係慚愧，每日常生慚愧心，常生慚愧心，同佛嘅距離離得太遠。佛係一條戒都唔犯嘅，250條戒條條都唔犯，條條都清淨，我哋日日都犯。我犯咗就要慚，慚咗就不清淨。所以講殺生，無論係自己動手殺定係叫人殺，通通都係殺。只要將對方殺死啦，就犯。如果犯殺人，就犯上品根本嘅重罪，失去戒體。如果失去戒體之後，以後再想受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戒、菩薩戒，咩戒都得唔到，冇辦法得戒，成為得戒嘅重難，遮難重難。所以大家受五戒，戒師都要問你，你有冇嗰啲七條重難？比丘戒十三條重難，咩個難啊？再難就係你。有犯呢個得唔到戒，所以呢個戒體一定要好好護持。如果係殺畜生、殺天人、殺龍、殺天龍鬼神，犯中品嘅罪；殺知道人嘅意思言語嘅人，嗰啲畜生就犯重中品罪。如果是不知道人的那個意思的和語言的啲畜生，你殺他就是犯下品罪。所以有上中下品，你懺悔的時候你要知道，那你才能夠如法懺悔。起了殺心想殺人，但是未殺，未動手，下品罪。一開始動手了就中品罪。將對方殺死，命斷啦，呼吸中止啦，呢個時候就成就根本嘅重罪。凡係幫助人哋殺嘅罪係一樣，對方想殺人，你幫佢一齊殺，佢得上品，犯根本重罪，你同佢罪一樣。所以呢個破戒方面啊。是无论你主犯又好从犯又好一律全部是这个同样秩序。咁杀这个戒有开源。
咩戒律都有開源嘅，開源即係可以唔叫做唔犯，唔犯戒嘅開源。所以每一條戒都有開遮止犯，開就開源，啊遮係遮止唔可以犯，持就係持犯，持呢個戒。犯咧，你要知道犯罪嘅嗰個罪相，啊犯嘅上品罪啊，定係中品罪啊，定係下品罪啊？啊！犯咗之後點樣去懺悔啊？啊！呢啲都要明白，所以裏面學問好豐富嘅，唔係咁簡單啊！你學戒就要懂得開遮持法，咁你嘅持戒啊，就先能夠話圓圓融啊自在，該開嘅就開，該持就持啊。咁啊，呢個開源喺法界裏面小乘。講實，呢個開源只有兩種，一個就是自己冇殺心，唔殺嘅唔犯，所以你唔小心啊行路嗰時，踩親只螞蟻，你唔使驚，唔犯呢個殺戒，但係只有嗰步，因為你唔小心你踩死佢，將來可能佢唔小心就殺到你，一命還一命，將來會有嘅，你都要小心。都要小心，但是你不犯戒，因为你没有心。凡是犯戒都是因为有心才会犯，无心无论你身度任我走，只要无心就不犯。第二种是狂乱心，即是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神经错乱，发癫了，他杀发癫嗰时候杀人，佢唔犯戒。佢清醒过嚟啦，再杀就犯。但系呢个神经病，呢个癫狂病啊，系有一定嘅标准嘅。你唔可以话我就想杀死佢，所以我就发癫啦，我就杀佢啦。这个仲系有，因为仲系有清醒嗰种意念。一样系犯戒。呢种狂乱心。是到什么程度呢？即是整个人都是没得理智了。见到那些粪便，你可以当它是黄金，可以当它是美食，塞在个嘴里面都正津津有味，或者见到一些火，你就当是金一样去捉它，甚至拿你的手在火上烧，你都觉得没事。即是癫狂到咁嘅程度，先叫做符合呢个开悟，先叫做唔犯戒。假如仲有嗰种清醒嘅知觉，你就一样唔犯戒。好啦，杀生呢个罪相就简单介绍到呢度啊，跟住下面讲不偷盗呢条戒。不偷盗就系不能够话。偷盗那些有主的物品，非礼的去侵损人家的财产。所以凡是有主人的这些东西，不可以故意去偷取。有这个偷盗的心而去取用，那就叫做不偷盗。无论是自己偷，叫人来偷，或者叫畜生来偷，你自己不想自己动手偷，养一只马骝，叫只马骝帮你偷，你一样犯的，或者人哋咧放喺你个屋企个暂时放喺你个屋企嘅嘢，你诶想我把佢据为己有，唔还俾人哋啦，呢个人偷。仲有咧，你欠咗人哋嘅债唔去还，就系偷盗。仲有偷税漏税，这个头先讲到嘅偷盗版权等等，全部都叫做偷盗，侵害人哋嘅利益。咁偷盗有六个条件具足就会犯。第一，这个东西是有主人。第二，
你亦都知道有主人。譬如讲这个手表我见到佢这个手表，我知道佢有主人，佢确实有主人。而且第三，你有道心，你见到这个表觉得好好，你就想贪，想据为己有，想偷佢。第四，佢是宠物。宠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佢的价值就是200蚊人民币以上，或者是200，不知换成港币几多钱啦。依家以前我学金融，我一口都答得出来，依家咧我都唔睇新闻啦，唔知道啦。200几啊？240蚊左右。凡是超过这个价值以上的，偷盗叫做犯重，犯重罪。如果不足，冇240蚊港纸，譬如讲只有60蚊，咁叫做犯轻的，轻罪。所以律上讲是5钱以上，5钱。咁你用240蚊一除，五系几多啊？你自己知道系几多？1钱、2钱系犯下品罪，3钱、4钱系犯中品罪，一上到5钱以上犯上品重罪，失戒体。第五系轻方便就系你见到呢个表喺呢度，有咗道心，知道佢有主人。然后开始伸手过去啦，这个叫轻方便。等到你的手触摸到这个标的时候，还是中品罪。第六，举离本处，包括举起身的时候，犯重了。上品罪不可杀。即是声闻的那个小乘的忏法，做作法忏不能忏悔了，只能是靠大乘的取上忏。水上茶可以帮你免这个重罪，但是都要见得清净轮上为标准。下周会跟大家介绍。第这个6个条件我有些人问，假如我现在偷这个标，我呢将它已经拿起身了，然后我突然间想起，不得喎，我是受了5届的弟子来的，佛弟子叫我哋佛律叫我哋唔可以偷盗，呢个戒律嚟嘅，我要翻个放翻去，咁样犯唔犯戒咧？犯唔犯戒？犯噶，一样系犯重戒，失戒体。点解？因为6个条件具足。第一，佢系有主物；第二，你要知道佢有主；第三，你有道心，一开始你有道心偷盗佢；第四，佢系重物。5钱以上价值，第五你轻方便出手啦，第六举离本处成就咗破戒嘅呢个罪业，虽然你放翻去，但罪业已经形成啦。如果唔好好忏悔，将来地狱嗰步，你放翻去咧，将来唔使还呢个标，就咁解。如果你唔放翻去，将来地狱嘅罪业受完之后，翻嚟出嚟仲要还，加埋利息埋，一年计利息5%嘅话，假如你系1000万年喺地狱里边，地狱系一入去以劫嚟计嘅，一劫两劫系好闲嘅事情啦，一劫系几多年啊？我计过12.7亿年。一劫，地藏经里面话犯重罪，犯嗰啲五逆仲重罪嘅人五逆罪系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出佛心劝、破和合僧，这个到地狱系无量劫嘅，那个真系太痛苦啦就算你去一劫啦12.7亿年。每年的利息5%，你计一下，你得有得你还啦。从地狱里面出翻嚟就要还债啦。
所以啊，國際好緊要。好啦，呢度特別要講一下偷渡裏面最重嘅罪業係咩呢？就盜償諸物，盜償諸物。这个三宝物里面佛法僧叫三宝，三宝物里面盗常诸物是最重的罪，而且是最容易犯，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犯。先讲下三宝物，三宝物佛物、法物、僧物。佛物是什么呢？佛像啊，这个供佛的这些佛台啊、花啊、灯啊等等啊，佛来受用的啊，咁你偷渡的话就向佛来偷渡，当然罪业都好重，偷佛的嘢啊，偷人的嘢都有罪啦，偷佛的嘢就不得了，系嘛？咁法物系咩呢？法物譬如讲系供养法的像经书、印经书的嗰啲款项啊，这个经本的包装，当然它是精美的包装。如果一般文书包装就不算啊，譬如讲一套花严经那个箱啊，那个盒，呢啲都叫做法物。或者有啲人系供佛法嘅塔啊，供香花灯，供佛宝嘅，呢啲都叫做法物。法物就唔可以用喺佛嗰度，佛物就唔可以用喺法物。如果三宝物互用嘅话，就偷渡盗三宝物啊。譬如讲人哋发生嚟供养佛像嘅钱啊，攞嚟做佛像嘅，你攞嚟印经书，将佛嘅物用成法嘅物啊，你仲认为唔错啊？佛像都咁多啦，唔使再供养啦，经书好少啊，印啲经书啦，冇经过施主嘅同意，擅自作主，将做佛像嘅钱攞嚟印经啊，偷渡。240港纸以上犯重罪，不解体。咁你话我无心噶，无心系一样，叫做如痴犯重罪，一样有罪噶，唔系话不知者不罪啊。佛法里边啊，唔系睇你知唔知因果啊、报应啊，唔系睇你知唔知嘅，你唔知一样有因果，你唔信一样有因果。这个我们要知，我们要学。好了，佛法的物能不能够用供灯呢？也不得。你说我印经都算好多了，不用印经了，出家人了，我们来供斋。这样转变也都是犯。240港纸以上犯重罪。所以这个好关键，除非你要得到施主的同意，施主的同意，你说哎，我们这个经书太多了，可不可以将它换成供佛或者供僧啊？打个电话问下施主，施主说可以，那你就没问题。但是未经过施主的同意，你擅自作主，就是犯偷渡。所以在佛门里面做事的人啊，这个方面都要非常注意。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就是偷渡僧物。僧物有四种，所谓常住常住物、十方常住物、十方现前物、现前物，有四种僧物。讲起身比较麻烦，大家听到有点糊里糊涂。我就讲其中第一种常住常住物，简称嘅常住物，就系咩呢？我哋嘅道场啊、寺院里面所有嘅
供給僧人僧傳受用的一些物品，房屋、海膽這些法器包括錢銀、包括糧食、蔬菜、水果等等飲食這些叫做常住常住物常住物這個是供給十方的僧眾來受用，你只要來到這個界裡面來到我們的道場裡面，你就有份可以吃可以受用好像吃飯一樣，你在道場裡面吃飯為什麼要打板，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打板，打板的原因就是什麼呢，召集十方的僧眾所有出家眾來到我們這個道場可以吃飯了，每人一份個個平等你不可以遮止人家不給人吃飯你不可以說他不是我們的寺廟的我都不認識他的出家人不給他吃，這個是犯罪，犯什麼呢，犯偷渡，如果你只遮止他一個人你就偷他一個人的如果他那餐飯值240元以上的你不給他入來，這個時候犯重罪咁如果你唔打板呢仲嚴重，你唔打板即係你冇去向十方通告開始食飯啦，大家想嚟就嚟，你唔打板自己等於偷偷咁食等於遮止咗十方嘅僧眾，就偷十方常住物所以你打板就冇辦，唔打板偷十方常住物，將來有得你買。你話你唔學，你點知道所以我哋出去，凡係去道場，有啲道場佢唔知道，佢唔識打板，我哋喺門口度打手板。佢唔識得招集十方僧，我哋要招集十方僧。真係有人嚟嘅話，我哋要俾佢食嘅，唔可以俾唔俾佢食，因為佢係出家人，無論佢真係假，只要係。光头的穿着这个和尚袍的要给他吃的还有一个常住的物品常住的钱银，凡是要改变他的用途一定要怎样呢，揭磨一个众生要做一个揭磨的法事，共同决定大家没有意见才可以用，譬如讲我这个常住的钱银我拿来用印经将一个真物转换成法物，你没有经过众生的揭磨和同意，你会犯偷常住物的这个偷渡，240元以上就犯重罪，将来偷常住物的那部无量无边。常具菩萨都讲话，你做五逆的罪我都有得救，我都可以救你，偷常住物我救不到你，太重，你欠的是十方。好啦，今天时间到了，我答应唱功落过时间一定准时，一分都不差我不可以打妄语的，所以呢我们上午时间就到这里，下午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多谢大家。